什么鸟啊？黄鹂鸟，它的叫声像唱歌一样好听。这下可以卖个好价钱了。把鸟交出来。凭什么呀？这是我的鸟。这鸟在天上飞着，什么时候成你的了？这片林子是我家的，你们在我家林子里住的鸟自然是我的，拿过来。慢着，硬抢算什么本事？我们来比试一下，如果你们赢了，鸟让你们带走，但是如果你们输了，鸟就得归全服。怕了吧？比就比。向前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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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行了，祥谦就够不容易的了，今年收成这么不好，他天天给菜园浇水，你瞧这肩膀上都磨出茧子来了。嗨，男子汉嘛，受点苦长得快。行了，快走吧，要不赶不上船了。好，过一阵儿我再回来看你们吧。啊。哎，您来了，请进吧。福婆婆，手艺不错嘛。我今天来是这么回事，林老爷家丢了一只鸟，叫我过来问一问。那。你看看是不是这一只啊？是素儿全福带回家的，说是从树林里捉来的。孩子的话怎么能当真呢？这只鸟啊，在林老爷的府上养活多时了，我自然认得。那你赶紧把它送回去吧。全福年纪小不懂事，你不要计较了。哎。咱们林老爷怎么能跟孩子一般见识？啊，说的是，说的是。那我这就回去交差了，你就放心吧。哦，您慢走啊。婆婆，我的鸟呢？我把鸟给人家送回去了。送回哪了？我正要问你了，你怎么把林二商家的鸟给偷来了？谁偷他家的鸟？这鸟是我和祥谦在树林里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捉来的呢。庆官一心想要抢过去，怎么成了他家的鸟了？今天藏王先生来过了，说这只鸟他认的。他是骗您的。老爷，夫人，他们家答应了。哦，这么快就答应了？小时候你的娘得了重病。嗯，这样子嘛，看着倒挺伶俐的。托老爷太太的福，他在私塾里读过几天医学。那现在还读吗？我娘病了以后就不读了。你的女儿到我家做三年丫鬟，那五亩地你就继续种着。那租子嘛，给你减一成，再给你三斗米。还不快谢谢老爷？我不。傻孩子，老爷留你是看得起你。我娘还重病在床，我不能离开她。还蛮有孝心的嘛。嗯。那就这样吧，等你娘的病好些了，你再过来吧。谢谢老爷深明大义。来来来，过来，在这个上面按个手印，画个押。哎，这就定下来了啊。好，好，好，老爷，thank you.
小超也好。您已经是我家的丫鬟了，以后做什么事儿都得听我的。我偏不。你敢？白纸黑字写着呢，你要是不听话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哼。冯娇，巴列克先生，你好嘛？怎么样，在我们中国生活还习惯吗？我的祖母是一个中国女人，对于中国来说，我一点也不陌生。某种意义上，这里也是我的祖国。请，请。陈福，你是想让我陪你去抓鸟吗？等会儿，等我浇完了菜再陪你去。不是，先生要回家养病去了。啊？那私塾呢？不办了？听说他留洋回来的儿子要来接替，现在他们就在私塾呢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嗯。这些孩子可全交给你了。你得好好的教，没准啊还能出几个栋梁呢。爹，你放心，我这一肚子洋墨水真没使出用呢。哦，对了对了，这些孩子啊只有几个是英石人家的子弟，都收了费的，其他的孩子啊都是义学，能收点就收点，千万不要勉强，懂吗？放心吧爹，我们家以武训前辈为榜样，实行义学，培养良才。先生，先生，您要走啊？先生老了，该休息了。可您还没把岳武穆精忠报国的故事讲完呢。哎，我接着给你们讲，还讲林则徐虎门销烟，福建水师马江惨败。好。这俩孩子天资聪慧，耿直侠义，是可塑之才。我该走了，好好学啊。列祖列宗在上，请保佑我林家的子孙平平安安，无病无灾。请祖宗转告老天爷，赐我们一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。要是收不成庄稼，交不上租子，那我们可怎么活呀？林老爷到。来，您请。林老爷还没定下召集大伙儿交租的日子，今天请老爷来，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林老爷，今年的收成不好，大伙儿把您请到这儿，是想让您宽限一下。这租子我们实在是交不上啊。是啊，林老爷，您看，这旧的粮食已经不多了，新的粮食又打不下来。大家眼看就要饿肚子了。你男人齐尊不是在马尾造船厂上工吗？他月月有饷领啊。你家这样的条件还在这里哭穷，分明是扰乱民心嘛。林老爷有所不知，这工厂的老板黑心啊，一天工作16-17个小时，可是给的工钱他一个人填肚皮都不够。你找工厂老板去说这个理，跟咱们林老爷说不着吧？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对呀，对呀。乡亲们，我们都是
林姓的子孙呐，啊，我们都是一个祖宗，是不是？我也不想为难大家，可大家也不要为难我呀，啊！你家人参燕窝熬着，我们连锅都揭不开了，怎么能说为难你呢？这你就不懂了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。什么难念的经？把地租给你们，你们还说东道西，不明事理。你要是实在觉得为难，这地啊就别租了。那还让人活吗？活路还是死路，这都是你自己挑的。你，行了，乡里乡亲的，不要伤了和气。哼，走。相亲，这还是相亲吗？还不去上学啊？新来的先生不喜欢我，反倒喜欢你个泥腿子，说他们才是可造之才。哼，真是反了。我出的新俸，我请的先生，他们倒是忘了吃谁家的饭了。他还要改课，要讲什么天演论。你去给我好好听讲，他若是讲了什么乱朝纲的话，回来告诉我。嗯，我去。树荫来喽！树荫，这些草药是给你娘采的，拿着。你怎么了？你生病了吗？你娘好些了吗？什么事儿呀？告诉我和全福，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你。我爹把我卖到庆官家去做丫鬟了。卖了什么去啊？别闹！别哭，别哭啊！警官说，我到了他们家成了丫鬟，什么事都得听他的，要不然他就收拾我。别怕，我们会保护你的，不会让他欺负你。你们也是小孩子，怎么保护我？我会功夫啊！他要是再欺负你，我就这么对付他。嘿，嘿。你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欺负小树荫了。如果说话不算数，就变成小王吧。等等我！等等！认得这几个字吗？天赋人权，不
敬天泽。天赋人权，这四个字是说，人人生而平等，应该努力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。公元前209年，陈胜吴广起义就提出过口号：“蒙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”人与人之间不应该存在高低贵贱之分，每个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。先生，您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穷人和地主大官应该是一样的？谢先生，我爹花钱雇你教书，不是让你讲这些乱朝纲的话。你要是再讲，我就告诉我爹去。先生讲的这些道理让我们开眼界，你却不敢让先生讲下去，一定是心虚了。我心虚什么？就是不爱听。先生，您讲的我们大家都爱听，不用理他。先生，物竞天择是什么意思啊？机会到了，你的财源滚滚了。是财源滚滚而来了吧，列克先生？可你拿的是大的，我只是小的。一样一样，我等你的消息。这个跟洋人混在一起的人是谁呀？马德贵，马尾船厂的工头。您就请好吧。什么？刚跟京城来的朋友学的一句，意思是，你就尽管等我的好消息。哦，船厂的进口设备里面藏有军火，你说马德贵和洋人在一起，到底是要干什么？师傅，跟着前面那辆马车。老爷，老爷，行行好，给口吃的吧，好几天没吃了。要饭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。姑娘，跟你打听个事儿，这个大宅子是谁的家？林半镇，林万山的家。林半镇，这半个镇子都是他林万山的。快去买些吃的吧。谢谢，谢谢。我明白了，小姐，你明白什么了？洋人买办练身，这不就联系起来了吗？什么意思呀？我还是没听懂。姐夫，还靠收地租赚蝇头小利，没劲。现在
有两种生意最好做，一个是活人的生意。据我所知，美利坚合众国要修铁路，需要大批的劳工。在我们中国招收失去土地的穷鬼，一个人给5块大洋，然后像装猪仔一样弄到船上，经过几个月的海上颠簸，到了旧金山之后，按活口算，一个活口就能赚100多个大洋。再一个，就是我跟你说的军火。可跟洋人合作，这有悖林家的祖训呐。哎呀，建夫，现在连朝廷都怕洋人，处处让他们三分。再说，人家那东西你是没见过，真的好。容我再想想。你还想什么呀？这德贵见的世面，那比你可多了去了。再说，他是我娘家的兄弟，你说他能骗咱们吗？这事儿，若是让朝廷知道，朝廷早就成空架子了，姐夫。那些个八旗兵，一见到洋人，屁滚尿流的，跑得比兔子都快。现在各地有钱的人，都在自己组织团练。你想啊，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家业，一旦有什么闪失，那帮穷鬼们起来造反，凭鞭子管用吗？你买来枪，一部分保护自己，剩下的可以赚大钱，机不可失啊，姐。有人偷听，上次我们讲到物竞天择，正是因为我们国家落后于别人之后，才会受尽欺辱。梁启超的《少年中国说》里讲到，少年强则国强，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了。对不起，有恶狗咬人，我们先躲一下。一定是庆官家的狗。我家的狗只咬小偷和叫花子，怎么会咬有钱人呢？我不是有钱人，我是一名记者。看样子，小姐也是喝狗洋墨水的。先生看起来也不像是乡村学究啊。我们小姐是溜洋回来的。要你多嘴。乡亲，你看，我捉到了一条鱼。你别跑啊！你干什么？你捉的是我家的鱼。天上飞的鸟是你家的，水里游的鱼也是你家的，你是天皇老子吗？你说呢？就连这上甘镇都是我家的，我今天就要捉你家的鱼，我看你能怎么样。你敢？你有种，咱们走着瞧。腿子要造反了，快给我打！
赔我的菜，赔我的子，赔我的菜。你这是怎么了？警官，告诉舅舅，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林祥清。连一个比你小的穷小子都打不过，丢脸！他妈力那么大，像疯狗一样，我怎么打得过他？你说孩子在外面受了委屈，你不想想办法帮他，还骂他？舅舅，你从洋人那里给我搞支枪吧，我要一枪崩了他。走走，咱们到后面洗洗去，我看伤的怎么样。走。姐夫，瞧见没？连我外甥都知道这枪的重要性。我还得想想。你还想什么？警官被打成这样，你好，你想，啊，你慢慢的想。福婆婆，哎呀，让全福跟我去美利坚。修铁路吧，虽然还太小，不能去。啊，不是，哎，都14了，还小呢。你家的田也没了，地也没了，你留着他干什么？你让他跟着我走，啊，我给你饭，啊不，5块现大洋。反正我是不会让他去西洋当猪仔的，你省省口舌吧。哎，婆婆，少一个人，那就是省下一口饭呐。这又有钱拿，嘿，天哪，啊，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事儿啊？婆婆。不开枪，死脑筋吗？哎，难怪是穷鬼。原以为西学能救国，于是我去了英国学习了机械制造。回国之后才发现，国内仍是满目疮痍，学无所用啊。先生学的是机械，我们老爷开了好几个工厂，一定欢迎先生这样有才干的人。又多嘴。家父开了一个铸造厂，还有纺织厂，但是被西洋国挤压得难以维持。我就想，要想救国，就得先除去国人的愚昧。于是我就去了法国，在巴黎公社启一强那里读书了。回来之后你就做了记者。我当这个记者是有条件的，家父派了一个小奸细在身边，3天2头一汇报。小姐，你不能这么说婉儿啊，婉儿在老爷面前为小姐打了多少埋伏呢？比如这次下来查军火走私。你是来调查军火走私的？是的，我要调查的是洋人买办还有劣绅勾结起来倒卖军火的事儿。可是苦于找不到真凭实据。没关系，我们一定会找到证据的。我们？你什么时候跟小姐成为我们了？什么时候？当知道有人祸害我中华的时候，当需要我被挺身而出的时候，凡站在一起的就是我们。
是谁在这儿啊？是我，易水波。哦，祥谦呢？这么晚了，你还在这儿？是遇到什么不痛快的事儿了吧？易水波，我们穷人是不是世世代代都得受人欺负？哎，我活了这么大岁数，就没见穷人翻过身呢。太阳每天东升西沉，今天是这样，明天还是这样。可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这个世界会大变样。娘，跪下！跪下！我为什么要跪？说，为什么要和林曼山的儿子过不去？是他先毁了我们家的菜园，我才动手打他的。你还有理由啊？你闯了大祸了，儿子，你都不自觉呀？林万山是不会放过你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怕。哎呀，真是娘的好儿子，你不怕，娘怕。来，听娘的话，走，去给林老爷赔礼道歉。我不去。长大了是不是？长大了是不是？不听娘的话了是不是？他有错在先，凭什么让我给他道歉？就因为我们穷，我们就得活得没有尊严吗？那你跟娘说，娘该怎么办？娘该怎么办？姐姐，我见过从日本士官学校回来的中国人，那精神头那气派别提了。这要是把我外甥送去学校见，别说这上甘镇，就闽侯福州也休想有人动你们家一根汗毛。爹，我一定要去日本。去，不论花多少大洋，爹也送你去，免得以后让那群半拉穷小子们打得你鼻青脸肿的丢人。你要是能忍下这口气，就更丢人了。以后这些穷鬼没准还会骑在你脖子上拉屎撒尿呢。嘿，这怎么跟大人说话？来，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这孩子在外面受了多大委屈啊！你不去收拾那些穷光蛋，你又开始骂他。怎么收拾？家有家法，族有族规。杰哥，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。什么家法族规？我觉得我外甥这话说的有道理。你要是不给那帮穷鬼们一点颜色看，我马德贵把话放了，啊，迟早有一天，他们会得寸进尺的。按照规矩，孩子是不便进入祠堂的，可考虑祖训，长幼有序，尊卑有别。祥谦打伤林家少爷，已经属于犯上。今天林老爷召集大家来，是要维护祖训，匡正规矩。欧妹仔，你家儿子祥谦可知错呀？
林老爷，我们家祥谦不懂事，年纪还小，我替他给您赔礼道歉。林老爷，祠堂是个说理的地方，我也正好想跟您说说理。是你儿秦观先毁了我们家的菜园，我才动手打他的。是啊，好好的菜园被他毁得一塌糊涂。明明是庆官有错在先，怎么能说祥谦犯上呢？是啊，反了反了！要不给点颜色，看来真是要得寸进尺了呀！啊，你们谁要再替这孩子说话，我就收了他的徒弟，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要罚的话，也是罚我一个人，跟乡亲们没有任何关系。哦，你口气倒是挺大呀！啊，只是人人生而平等，凭什么清官欺负我就可以，我还击他就不行了？什么平等？哎呀，平等啊，你这是从哪儿学来的逻辑呀？啊，就凭我林万山跟你一个穷光蛋能够平等，那天下不知乱了套了啊！这四书里谢先生讲的，还讲了好多乱朝纲的话呢。嗯，这些话都是真理，只有不想被别人看穿诡计的人才会害怕听到这样的话。你们这些人仗着有钱有势，就拿尊卑有别来愚弄我们这些穷人，好让我们世世代代受到你们的盘剥。你反了，反了你呀！来人，把林香谦这个叛逆给我抓起来！啊，不要，不要，老爷，不要啊！老爷，他根本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他是个小孩子呀！香谦，快跟老爷赔礼道歉呀！列宗列祖在上，我林万山今天要正家规，严家法。林祥谦，你给我跪下！我叫你跪下！我跪。娘，我跪，跪下！小倩，听娘话，给我打！不要，老爷，他还是个小孩子，都怪我没教好他，要打就打我吧！给我一起打！夫人，小淑英的娘病逝了，从今儿起她就来府上做丫鬟了。快把她头上那东西摘下来，扔得远远的，别把晦气带了。让她先付一千银子，再把这个契约交给她，等发货后再付余下的四千银子。买花吗？时间、地点。好，没问题。包雷克先生，
这次我可出了不少力。你的好处不会少的。先生，买花吗？去。哎，你让我想起了我的祖母，少女和鲜花我都想买下。我是卖花先生。也请给我来一支。二大哥，你跟日本领事馆的人熟吗？日本领事，熟透了。你有什么事情找他？我想把我的外甥送到日本去留学。好事情，我带你去。走。怎么样？说是生意定下来了。我想看那张纸上写了什么，可马德贵太狡猾。很快就收起来了，我没看见。明宇，法国人走私军火的事儿不要再查了。为什么？官府派人来打招呼了，都是我们惹不起的人。可我刚查到线索，肯定能查个水落石出的。查也没有用，报纸也不敢登，说怕影响友邦和睦。那这报纸还叫民众之声吗？不敢为民请命，那办报的宗旨是什么？为了生计吗？生计？这样委曲求全的生计有什么意思？这个事儿我一定会查下去的。如果你要坚持查下去，全是你的个人行为，跟本报全无关系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老爷，你去通知那些佃户，今年的租子三天之内必须缴上。这个时间这么短，恐怕是有难度啊。少爷要出国留洋，我又有大买卖要做，有难度，也必须解决。交不起的就退租，闹事儿的就绑起来，尤其是对林奇尊讲，不要手软。别洗了，过来陪我玩。不，我还在干活呢。我说不用干了，你现在的任务就是陪少爷我玩。不想陪你玩。你不想陪我玩，是想陪林香谦他们玩吗？让你陪他玩，让你陪他玩，让你陪他玩，让你陪他玩。飞吧，飞得远远的，再也别回来了。
有我们这些人在，不要怕。谢谢先生。林万山仗着有钱有势，太欺负人了。如果再有了枪有了炮，不就更加无法无天了吗？苏小姐是申报记者，她来这里是调查一桩军火走私案的。记者是干什么的？记者就是给报纸写文章，揭露真相，宣传真理的。林万山跟这桩军火走私案有什么关联吗？林万山的七弟马德贵勾结法国商人倒卖军火，林万山就是这批军火的最大购入者。林万山买军火干什么？维护家业，大发横财。我说的不是很准，但有一点我很确定，穷人的日子就更加不好过了。我现在手上的证据不多，只知道洋人已经跟林万山定下了契约，可契约的内容我还一无所知。契约？就是一张纸，上面写了多少钱、多少货，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点交货。马德贵把契约交给林万山，林万山还得付给他一部分钱作为定金。那我们是不是只要找到了这张纸，就能找到有力的证据？对。如果我们潜入林万山家去找这张纸，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困难。而且他们家还有家丁和恶狗。我知道林万山会把契约放在哪里。有可能这张契约就藏在这个黑盒子里。只不过盒子是锁着的，我不知道钥匙在哪儿。我和全福先去他们家探一探吧。不，契约不用取回，他们一旦知道事情败露了，我们就会变得很被动。我们只需要看清上面的数量、时间和地点就可以了。你们要小心啊，他家的狗也懂得狗仗人势，凶得很。放心吧，我们有办法对付那条恶狗。冬梅，他爹呀，你可回来了！账房先生等你半天了，说是有话要当面跟你说。一家之主回来了，这么急着让我回来，什么事儿啊？上次祥谦欺负我们家少爷，这么大的事情就只有你婆娘在。一个妇道人家，怎么管得了你儿子？老爷让我转告，子不教，父之过。可有此事？等回头再慢慢跟你说吧。这次老爷吩咐了，你们家的租子三天之内必须交上。什么？三天？今年年景不好，这庄稼还在地里没收呢，你就逼着我们交租子，这是什么王法？林老爷就是这种王法，三亩地折合大洋一个半。先生，先生，您能回去求求林老爷，让他再宽限我们几天吗？打我们家少爷还想要宽限啊？老爷说了，交不起就退租，想租的人啊多着呢。先生，先生，你怎么办啊？惹恼了林万山，咱们交不上租子，难道真的要退租吗？连地里的庄稼都不让收了。还是回船厂想想办法吧，跟工友们借点儿。能借得着吗？工友们虽然穷，但是都够义气，谁家里有难了，都愿意伸手帮忙。爹，您什么时候回来的？知道吗？林家要把我们的地收回去了，我们马上就要饿肚子了。行了。
相亲，你娘把你跟庆官的事儿都跟我说了。爹不怪你，做人一定要有尊严，爹支持你。婆婆，你怎么还不歇着呀？不赶紧做几双鞋出来卖掉，哪来买米的钱啊？婆婆，我来想办法。一个小孩子会有什么办法？婆婆，我出去一下。相亲，全福，准备好了吗？别说是狗了，人都流口水。走。庆官，你看，全福和相亲一看见你都被吓跑了。庆官，你今天可真神气啊！下次等我从日本回来，这里别枪，这里别刀，更会吓得他林江谦屁滚尿流。姐夫，你是终于开窍了啊！德贵，这定金可就交给你了，你可一定要保证这货能安全回来呀！放心吧，姐夫，我跟洋人做生意不是一回两回了，你尽管把余下的银子准备好就行了。好，我走了。回吧。看看那几个抗租不缴的人。小心点。昨天陪太太逛集市，看见许多漂亮绸缎，改天我们也去逛逛。好呀，我也正好想去看看胭脂呢。
老爷哪儿去了？老爷呢？说是去看看没交租子的人家。这些穷鬼，又够他受的。小淑英哪儿去了？我怎么都没见到他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跟少爷玩去了吧。娘，小淑英呢？没跟你在一起吗？没有啊，他把我的鸟给放飞了，自己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赶快派人去找。是。娘，其实根本不必费这个功夫，反正他白纸黑字的签了卖身契，他还能跑到天边去？我儿真是越长越沉得住气了。娘，我的这个扣子快要掉了，你帮我缝缝吧。嗯，跟我来吧。怎么样了？我引开了林家的恶狗，让祥谦溜进去找那份契约。谢谢先生。黑盒子倒是找到了，可就是不知道钥匙在哪，刚才差一点就被发现了，怎么办？我可以去试试。你怎么试？反正我是他们家的丫鬟，总比你们更有机会找到那把钥匙。淑英妹，你再回去，不怕林清官不会放过你吗？我怕，但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上次我让你陪我玩游戏，你就跑了。可是你没有那只鸟儿幸运，还得乖乖的回来。这次我还想让你陪我玩，你还跑吗？淑英不敢了。那我们还玩打陀螺的游戏吧。就一根鞭子，两个人怎么玩？一根鞭子倒是可以两个人玩。可是我的陀螺不见了。小心点，别笨手笨脚的把这些东西弄坏了。我爹说，我们祖上积了德，今天他有这么大的家业。是。不过从今往后，我们家的家业都要依靠我了。你还这么想，怎么能依靠你呢？我马上就要到日本国学习军事去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就能带兵打仗了。到时候，是不是我们林家都要依靠我呀？
有道理，没准儿全闽后都要依靠你呢。给你看看我舅舅写的推荐信。庆官生于福州富豪之家，自幼崇尚东洋之学，禀赋聪颖，才堪大任，请荐至贵国士官学校学习军事，授之以术，定能为大日本帝国之所用也。看见没有，我要学的是军事，带兵打仗的本领。我爹已经把我留学的银子都准备好了。我真羡慕你，我连书都没法读，而你却能到国外见大世面。六月十五夜子时，黑马山圣西亭交火，没有记错吧？没错，我的记性好着呢。5000两银子、300条枪和大量弹药。林万山这个老贼果真狡猾。圣西亭是个废弃很久的旧亭，这里蜿蜒闭塞，人烟稀少，在这里交火隐蔽性极强。凌宇，你快写文章给报社，向国人揭露他们的罪行，共同来制止他们。小姐已经离开报社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这次下来之前，主编说，上面有要人打了招呼，别招惹洋人。我坚持要追查下去，他们就叫我离开了报社。这可怎么办？这走私来的枪炮要祸害多少国人呢？我恨不得搞一架大炮，一炮把他们的走私军火轰个粉碎。大炮？我在英国学过做大炮，只要给我一根1-2米长的铸铁管，我就能让它指哪打哪。真的吗？是真的。不过，这铸铁管去哪里找呢？我知道哪里有。马尾造船厂就有用来造船的铸铁，我去看爹时见到过。真的要造大炮吗？生当为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我们干。乡亲啊，啊，明天跟我一块儿去船厂，我去找工友们借点钱，然后你带回来交给你娘。我看，还是把租子交了吧。我想来想去，咱们家不能没有田种啊。好，天亮后我去和先生打个招呼，就跟您走。好。哎，菜园子也没了，今年庄稼收成又不好，往后这日子怎么过呀？没啥了不起的，这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？吃饭，来啊。婆婆，这鱼汤您怎么不喝呢？我也吃过了，你快喝吧。大夫说您的病是饿的，还是您喝吧。你喝，婆婆的老骨头经熬，你还要长身体呢。安远，我们这算是投笔从戎了吧？十年磨一剑，双刃未曾试。今日把示君，谁有不平斥？小姐、先生，你们这一唱一和的，是不是叫琴弦和色啊？
哎呀，看起来呀，光有钱没有枪罢了，还真不行啊。说的是，现在朝廷都自身难保，哪还顾得上我们？李鸿章的淮军，曾国藩的湘军，不都是从团练起家的吗？咱们也得效仿。嗯，不瞒诸位，我已决定将犬子送去日本国学军事了。等学成回来，把各家的家丁一组织，不就成了保家护院的军队了吗？啊！林老爷，你不用说了，看这局势，没枪杆子真是不行。我出1000两，我出800两。好，我这就叫庆官去给他舅舅报信儿，就说银子已经准备好了。谢先生哟，林老爷啊！哎呀，我们家庆官要到东洋日本国留学了。哎，这学堂没有我的资助，还办什么呢？哎，这些日子啊，你也是真够累。这个蒋平等也不能饿着肚皮吧？啊！没有这个是蒋不了平等的。谢先生，收拾收拾，回家去吧。哈哈哈！哎，林老爷，那几个义学的孩子该怎么办啊？啊，您的这个大洋，我可以不要，我可以免费教他们。哦，可是那你也不能在这儿教书了，这学堂的几间屋子我要另派用场，见谅。林万山要收回私塾了，名义上我就要回家去了，咱们得抓紧时间把大炮做出来。谢先生，有什么事儿您就吩咐吧。嗯，湘亲，铸铁馆的事情就交给你了，这张图纸你拿着，找个可靠的工人师傅看看。哦，放心，工人师傅会明白的。高锰酸钾和矾豉令我来搞。我这儿还有一块大洋可以贡献。加上这个。那我去买雄黄和硝石。若是不够，大伙再想办法。够了，够还他阎王债的了。湘亲，来。谢谢大伙。就这根正合适，太好了，就用这根。可怎么带出去呢？守门的保镖比狗还饿，进出都要搜身呢。
老板。消食，雄黄。老板，多少钱？三个大洋。那么贵啊。买得起吗？瞎胡闹！走。到美利坚合众国当铁路工人，那和中国当工人，那简直是天壤之别嘛！那儿的工人穿的是统一制服，吃的是牛奶面包，是吧？每年还能挣十几个大洋，那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！而且掉的还是洋馅饼。对了。叫做披萨。到了那边真的能赚那么多钱吗？我骗你干什么？我要是报名你给多少钱？这个你报名啊，按规矩五个现大洋。六个，多出这一个，我到了美利坚挣了工钱还你。好吧，啊，记着还我啊。老板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你买这么多雄黄和消食，做什么用啊？钱都给你了，还废什么话？啊！你老婆快要死了，你就不好好干活？不干活你就给我滚出去，你被开除了，滚吧。那你把两个月的工钱给我。给工钱？你吃着厂里的，住着厂里的，算下账来你还倒补。收起你的破席子，给我滚出去。回来，舅舅有赏。谢谢舅舅。舅舅，就是那小子，偷不跟我作对，还打我。
吵什么呀？你小子现在见着我怂了，以前的横剑哪儿去了？少跟他废话。打！你不是很厉害吗？跟我斗，你斗得起吗？斗起！行了，走吧，就还有事儿。哎，走走走走走，走！快来，这儿有个石碑，林万山的军火就在这儿交易。你们看，这条路就是运送军火的必经之路。有这片竹林作为掩护，我们可以把大炮架到对面。炮声一响，这个地方就不能待了。你有什么打算？反正林万山已经将四叔给撤了，那就四海为家吧。我得到消息说，同盟会的孙文已经从南阳回到广州了。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投奔他吗？你们群差都有这份英雄豪气，我堂堂男儿为什么不能做一名马前卒呢？我和你们一起去。行了，今晚就该他说话。谢谢你们，如果没有你们，我们就搞不到情报，更造不了这架大炮。还有很多工人师傅在帮我们。对，有了劳苦工人和仁人志士的联合，帝国主义和满清王朝就疯狂不了几天了。我们伟大的共和就要来了。共和？什么叫共和？共和就是人人平等，共同来参与国家大事。好了，你们该回去了。不，既然说好要共同参加大事，所以今晚我们一定要参加。你们还是回去吧，这里太危险了。小淑英可以在家门口听炮响，我和祥谦一定要参加。那好吧，你们先回去，子时你们悄悄来这里。婆婆，这五块大洋你每年可以用一个，再也不用舍不得吃喝了。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我已经报名去美利坚修铁路了。啊，你要去做猪仔啊？这一去，婆婆恐怕是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不要这么说，三五年后，孙儿一定会回来的。去了外洋大海那边，凶多吉少啊。婆婆，您不是说咱们这些命贱的人阎王爷都不收吗？放心吧，孙儿一定会回来给你养老送终的。娘，都收拾好了。娘，您别难过，只要有我和爹在，就一定不会让您受苦。顾家难舍，故土难离呀。一会儿陪娘去趟祠堂，给祖宗烧柱香。
老爷，月亮快当空了，再过一个时辰就到子时了。一会儿等车一到，马上把货转移走。你们都给我精点心，否则小心你们的脑袋。放一炮需要时间，林万山他们一定往这边来了，快走吧，不然会连累更多的人。回头望，望一望树上的槟榔，簌簌的雨滴为什么结成了霜？侧耳听，听一声黄鹂的清唱，昔日的伙伴为什么天各一方？背起上母亲的呼唤在回荡，看那满天的星辰，飘摇的故乡也未央，波涛汹涌的泥浆，我又梦见你的模样，看那破碎的山河，一定能够
身碎骨不回头，你我一起呼唤太阳，洒干热血又怎样，我们是中华少年郎，粉身碎骨不回头，你我一起呼唤太阳，洒干热血又怎样，我们是中华少年郎。挺起了，挺起了坚强的脊梁，似火的骄阳高高挂在天上，莫小看，小看我年轻的倔强，执着的梦想如今要扬帆起航，背起上路的行囊，母亲的呼唤在回荡，看那满天的星辰，飘摇的故乡也未央，波涛汹涌的岷江，我又梦见你的模样，看那破碎的山河，一定能够重现辉煌，粉身碎骨不回头，你我一起呼唤太阳，洒干热血又怎样，我们是中华少年郎，粉身碎骨不回头，你我一起呼唤太阳，洒干热血又怎样，我们是中华少年郎，粉身碎骨不回头，你我一起呼唤太阳，洒干热血又怎样，我们是中华少年郎，粉身碎骨不回头，你我一起呼唤太阳，洒干热